之前，不检查一下口袋吗？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洗衣服前也要翻口袋，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吧？快看看，少了什么东西？小美不在了。小薇，你动了我这个钱包没有？估计是被洗衣机搅坏了吧，都怪你平常娇惯他。我怎么惯着他了？这个家都是我一个人在。谁在赚钱养家呀？我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，都是为了谁呀？我有选择吗？你们家有没有给我选择吗？又是我买的。我们也没逼你呀。段维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手里拿着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快来帮妈妈端菜。嗯。怎么突然想着要去海边呢？又是想去，以后再说。饭做好了，吃饭了，段维，快来吃饭喽！段维，快来吃饭喽！你又做鱼给他吃啊？你忘了上次送医院的事情？这买的是草鱼，又不是海鲜，怕什么呢？那下次开家长会，你去收那个气，我才不过去了。妈，我不想吃鱼。不想吃就不吃嘛。
相见不如不见，这句话是很多被拐家庭今年重读的真实境况。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动了我电脑了？迟到的正义是否还算正义？知道了。晚来的重逢是否有真？深恩哪有养恩大呀？现在的新闻呢、啊？胡说八道！叫你妈妈去。我没时间。现在再相逢，他们的重逢却是悲剧的又一次发生。转小走，踢皮球，牛逼飞到百货大楼。咦、嗯？骗子，你爸妈还不是没有来？全班就等你一个人，烦死我了。哎，你说他爸妈该不会不要他了吧？有可能，看他这狗啃的头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够了！哟，段小狗生气了。我好怕怕呀。爹不疼，娘不爱。小弟弟可怜小白菜。汤唯。你怎么啦？你哭啦？昨天爸爸没有。他这个没良心的。同学们都说我不是爸爸妈妈亲生的，妈妈也说不喜欢爱哭的小孩，谁都不喜欢我了。都是我的不对，妈妈来接我了，你走吧。拉钩。好，我和你拉钩。不骗你，走。妈，鱼会知道它自己是鱼吗？它会知道自己来自小河还是大海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小河最终也都能流进自己的大海呀。爸爸，过来吃饭了。上次说想到海边去玩。嗯，对。后天是小薇的生日，你爸爸说带我们全家去海边给你过生日了。真的吗？真没骗你，是真的。谢谢医生，谢谢您的药。Thank you.
哪一款？这款是小孩最爱吃的奥利奥的。哦哦，是吗？那就拿这一款吧。是的，我是听友妈妈。但我跟杰克课间的时候不见了，我儿子在家里吗？什么？我儿子不见了？